大家好，我是澄清医院博岱健康管理中心陈世峰医师。现在人在外食高压的生活下，常会有一些肠胃症状，比如说胀气、腹泻等问题。那功能医学可以给你什么帮忙呢？或是我们在正规医疗之外，是不是有一些其他的检测可以找到腹泻胀气的一些问题呢？欢迎收听古典音乐台，我将在空中为您解答。